法来。开车三小时，他们是滑左边就到了。好像很硬耶、欸、没有啦，一大早就这样。
小睡时只有点多，他们不知道会不会紧张哎。热热。但是我怕他们会紧张。不会，今天我们一开始的速度也很快。没有啊。哎，他会讲话了。啊？他讲话了，让我们听听。真的讲话了？没听清楚，等一下上去再说。也不要跟他们讲，就是。我们第一趟的滑行速度比昨天快，快的时候才会觉得哎，真，但是其实就跟昨天第一趟那个状况是一样的，不一样，一样的。今天比较硬，哎，我觉得今天比较硬，也不用特别讲。好，现在再来听，哎，我两个都没有插进去，我就抓着滑到这里。现在才发现掉棒棒，我拿好了，掉棒棒，标准程序啊，刚讲什么？刚排队的人排到转弯了，没办法，是上缆车还是买票？不知道，好，要选择无聊，他们。不知道是在排你就问他上缆车了吗？正在连线。你是说上缆车的转弯了，还是买票的都排到转弯了？还有你们上缆车不是啊，我根本就没有送出去啊，他还在正在连线。我看，对啊，我还在正在连线。我这样子刚下来，几乎费力就费一点点大腿上面。其实其他没有费力，小腿完全没用力。我现在讯号很赞，哎，又好了，讯号又来了，来一次。那明天了，呆呆啊，正在连线，算了，这样中断连线，讯号超烂。对啊，我来讲吗？可以啊，你讲，你中断连线。排队的哦，排到转弯。排队了。哦，那不用问了，我还在正在连线。今天云比较多，信号比较烂，是这样吗？你有几个？你们上缆车了吗？我有三个。哦，我零格哎，还是 Android 的天线比较烂，还是？我们在缆车上了，还没到白化站。哦，那还很远。不会很远，还没到白华，才刚上。刚上再过五分钟就到终点了。那还有十五分钟。好，我的。你的很慢。我的这到现在终于连上了，就是信号出来了，这里以上信号就好了。要再热一次吗？还是你就要去上面了？都可以啊，我也都可以啊。可以再一次啊？要吗？还是你要上去？我滑的看起来很累吗？你问你自己，因为我也在认真。我不觉得累啊，我只是希望我可以轻松又好看，不是轻松就乱。我的话，我一直在 focus 在我的右脚往左弯，我的右脚往左弯。我后来仔细看我的双手，我右边往左弯我会这样一下，然后左往右的话就很顺，就是没有用到上半身力量。所以甚至于我也可以一直练绿线，我要练到那个重心习惯。你自己在这好了，我去别的地方了。我是说，一直滑一样很无聊。我上面一直滑红线也是啊，我也要练。我是说，我现在什么线我都可以练。那边人不多。好，你过去那边。人，而且现在搞不好那个鸭血的痕迹还在。你知道吗？去那边。啊？去那边。去啊去啊。现在直直出去。在下雪呢。我刚下车的时候我就这样讲，一直在下这个小雪。不过我觉得可能是冰啊。现在是飘的，刚刚是也比较像冰，是直直下。
以前雪场不是都会在外面随时准备救人嘛，就怕人家摔倒或什么的。课程就是要开始知道自己的脚是随时可以抬起来的，就是说我们滑雪不是脚一直都黏在地上，其实是非常自由。嗯，喝什么东西？水壶，水带一罐水来啊！好大罐！我都觉得兔子是住在这种洞里。你有看到洞？有啊，我猜啦，不然他们住哪里？都盖住了。野外的兔子住哪里？这是个好问题。因为洞里吧。我就是想做那种 pose， 这样子。不过我没有要那么斜啊。哪一个啊？后面蓝色的。蓝色外套的那个。我是说要 smoothly 的下半身。移到身体的一边，在 smooth 里的下半身移到身体的另外一边。然后动得快跟慢就是大转小转的差。我觉得我还是先不要管什么小转，先练小转会破坏自己。你要不要找老师以后再练啊？对啊，所以我说我要练，我就练以前上课的啊，我不要去练那种只有影片看过的、啊，所以我还是练大转比较好。那大转要怎么练？我都跟不上你的大转。大转就你又不知道别人开始准备转弯的那个，我没有办法抓完全抓到，我也是跟不太到。就是、不是你现在的速度已经比我快了，我没有办法弧形比你那个。你现在，我现在跟你后面啊。我现在速度比你慢，也就是说我的控制力已经在加强了。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你说你要怎么练？因为你现在已经头脑已经有空了嘛，你的手在前面，你观察你的手的反应就好了。然后你观察你比较厉害的那一边的手的反应，你就把你比较不厉害那一边的手的反应。尽量做到一样，然后要是没空观察就先不要管，就是顺其自然的练这样。先滑个两三趟，然后我们来录个影好了。你看，还是变成水啊！我黑色，你比较那个，我黑色吸热的，我都是水，你还有一点点冰。太阳一点点，这样不会，我姐就会说会冷了吧？我是觉得还好，要有风才会冷。今天预报的风不会很大。
看你正面。你说我们沾血啊？没有啊，一定都没有了。我是说你的脸面罩没有弄好哎、欸，你自己看一下。我故意的啊。是吗？因为我不想眼镜有那个啊。我现在的标准就是鼻子一定会露出来。那不都很脸的话，脸的话就是往上拉一拉就好了。我的右边是掉下来的，那不是故意的，那是真的掉下来的。我应该都是罩住的吧？你是罩住的。那我觉得鼻子会着凉，会流鼻涕。确实今天有可能比较流鼻涕，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太阳。我觉得很好啊，那下雨就这么被躲过了，就跟上次一样。那今天又吃上面餐厅了、不然坐缆车去中间吃，然后再坐缆车上来，各花20分钟也可以啊。中间的话，那你要吃什么？拉面。我记得中间是拉面跟什么什么饭。我记得圈片那边是有担担面。问题是我们光坐缆车没办法到圈片、不然你要坐缆车去一楼，然后再坐那个去旁边哦。一楼？缆车站的最下面。啊，不要啊。对啊，圈片那个是早上就决定要去圈片的。昨天风景差很多，哎呦，要帮他拍一张吗？你被切掉了啦，你在动。你有拍到我这里？有啊，因为全景很长的。太大是不是？来换我帮你拍。拍什么？我今天没有带 iPhone。啊？为什么？忘了放进口袋了。因为这个路我觉得没有 iPhone， 因为它没有随时放大缩小。那我今天录影借你的手机录。好的。我怎么觉得我还是漏风啊？好冷。手，我的右腋下，我觉得我是没拉。收好了吗？收好。哦，我怎么刚没拉？你是收了左边没收右边？对啊，我说我右边会冷啊，我想奇怪为什么会冷啊？然后我整个没拉。你说手要怎样？在前面啊。手在你有空观察的话，你就观察你的手的状况，从它观察到我这边。只手都在前面啊，我就会都在前面啊。我觉得你的手都很稳。对啊，我手不会因为我转而不同，我就会在前面啊。很
很稳、啊。那这样我要怎么看？你就不用看啊。嗯。你叫我放前面，我就放前面。雪很硬呢、欸，要不用跟他们警告一下吗？你警告让他们反而更硬，你什么都不用讲，他们自己身体紧张，他们就会放慢。你不要加大他们的僵硬度就好了。哦，对啊。我觉得天气蒙蒙跟天气晴天，会不会自己就在那边神经兮兮？会吗？我们不会的。不过你看现在这样一直叫这个，搞不好他们上来的时候，上面就盖一层房了。不用紧张。怎样？你不是要过来一点？我已经可以了，到站了。这里信号就好了。你要讲话吗？叫他们去绿线热身。对啊，是叫他们热身，然后适应一下今天的雪质。你们就去滑绿线热身一次吧。现在上面一定是下雪，今天整天我们就赖在上面，不会下雨了。就要适应一下雪质。第一趟热身，先记得做热身运动，一开始慢慢滑，适应一下雪质，你都不理解。慢慢滑就适应了，你叫他们适应，他们会怎么适应？你的衣服这样湿湿的，嗯，要不要弹一下？那边胸口，对。与其看这个，不如看镜头。镜头上什么都没有。有一滴，那你弄一下啊。超小的水，小都看不到。感觉不出来吧？这个声音。而且看他们会这样，而且这个可怕也是自己造成的，就是你的板子是刮出来的，就是他不敢放快，并且是用滑的，用刮的过法，就是这么大声。但是你用钢鞭这个声音没有，但是咻的就过去了，你看有没有更快就可以了。它只有中间擦才会擦一下，它刚滑的时候你不听到声音。而且是那一面比较少人经过的那一面。好，其实如果依照经验的话，
像这种天气，你应该一个小时后滑，那些雪都被人家敲过一次以后，就没声音了。你不觉得这听起来是滴滴答答的，并不是雪，是冰块吗？是啊。怎么你不觉得好像它长毛粘起来，颗粒跟颗粒自己粘起来了？你看我这里好多、哦，我身上也有，因为我这里有皱褶啊，有好多、哦。这个时候啊，你反而那个凌晨后啊，太阳加热速度慢，更有力。只要温度低，我们就赚到。中午出来的那一次，就要套都套好，才够暖嘛。你不是说九度吗？不知道，那是预报，不知道会不会真的这样。我不大希望到九度，我希望上面也冷冷。不然，如果它是整个暖气团来的，那这个上面也没救。我在想，我们现在敢不敢滑马自费？你说什么？我们现在敢不敢滑马自费了？速度可能比之前快一些啊。这不是快的问题，是怕的问题。比较不怕就会快了。那我也不用快，我只要安全的度过这样。我不是说求快，我是说不会赖在那里赖那么久，就是快一点，就是会比较快，不会赖很久，或者是说。赖一阵之后要下的时候就会砰砰砰下很远，你也知道下很远反而比较安全，对不对？你现在知道大弯的好处了吧？它的没有地方让你大弯，它满地都馒头，怎么可能大弯、嗯？我是说这里的大弯，就是下很远的那种感觉。我只是好奇这种天它马自费有开、欸？啊，它有开、啊？有啊，它是 DVD 那个没有开。今天怎么反过来？昨天是 DVD 有开，马自费没开。我记得昨天我有看到马自费有开。我昨天看的是这样，等一下你看右边就知道。好像右边这个啊，左边是 DVD， 右边是马自费。右边的那条路有开啊，两个都开了。他在说什么？谁要先下？都可以啊。我再看一次你。我在后面看你很稳啊，不然我这次从下面往上看。那你先下，是。看我吧，看我吧。
好像很厉害。我哪有？有啊，你的左右感觉都一样哎。啊？左手吗？全身啊，不止手啊。有吗？你就顺顺的这样下来。哎呦，没有没有，左边或右边突然间有什么不大？你不是说不要扭吗？我就用脚。你好像好，等到时候回去，我们等一下我们开始来拍，到时候回去看，结果你的姿势比我还标准。不会。比较乱，你不觉得吗？因为上面被比较多人刮过，下面大家路线都不一样。你要过一阵，多一点人来靠一靠就好了。把小石子靠走了。对啊，把它靠乱啊，然后。腿在碰你，帮你按摩一下。希望可以让小班看到一次小兔子。这难度也太高，我自己都没看过。你看过啊？我那个是第一轮，然后之前的人都没发出声音，然后他就跑一下。对，就是之后都是人来人往的，他怎么会在那里乱跑？那么胆小的动物，你看，那么这样也很慢啊。哎，那个手背的人，手放背后的人，我在想事情，我看到他也在练胆。有东西的啦，现在是脏的。有，现在是怎么办？然后要下车才弄，因为面罩上也都是，那不是面罩，那个眼镜上也都是啊。嗯，刚滑的时候就已经这样。这是失血太严了，所以才滑掉。裤子湿了，身体太热了。这有点烦、要手指泡沫。好了，这里都是。算了，我还是照以前的好了。什么？就是把袖口弄紧一点，塞到里面。昨天很热，我把它露出来散热。今天就算了。
哦，我忘记提醒姐带防水塑胶袋了。哦，我忘了讲，一出门就没了。好，塞进去了。镜头都湿了吧？没了。有你有几滴？你也有几滴？我都没了。待会再擦一下。一开始对啊，往下滑再擦。会不会这里下雪，那里就下雨啊？下面有可能，不过早上说还好，快中午才会变那个。他们会不会觉得一直滑着这个很无聊？怕我怕会耶。好，没办法，来。来白马都是重复，不像志贺，但是这里比较没那么复杂。要不要拿一张卫生纸？需要吗？用手？哎、欸，你完全没有啊！你就几小滴，我看你就不用。好，可以了，可以了，就这样。那我下去先嘛，可以好啊，可以。先到这里。他下了吗？没有，我不知道。
到了。不是刺的，当然没有看到，在录影不会看，哦、是湿的，胸口都是湿的。啊？我前面连的血压都是。对啊，都化掉了，糟糕了，都湿了。但是我现在是我刚刚要拿下手机的时候，是发现胸口已经湿。我觉得有个小孩子掉下来了。我有小女孩，不知道怎么了。ちゃんと。
顶你的啦，真的、哦，我照比较。为什么你叫我这边呢、啊？我哪有没有动啊？我没有动啊！因为有一次我跟班班坐，我坐到几乎我整个大腿是在外面的。嗯、我在地上没有弄清楚，看不是很清楚要在哪里。嗯。好、啊。大腿又湿了，还好我有帮。那个装袋子，嗯，很好，我先装好了。先见之明。哎呀，湿掉了怎么用啊？而且它吸的饱饱。我都装好袋子。那你们在上课吗？转一圈。大家都要摸地，没有啊？哦，那种滑的性也是一种摸地啊。啊？滑的性也是一种摸地啊。对啊，我然后滑到很厉害也还是在摸地啊。大家不就说滑雪板的snowboard 很多心摸地。这个算滑得好还是不好啊？它还是扭来扭去。没有啊，当然不好啊！我刚刚有看它、哦，我也是，它不太好。它就是那种想要直接练习，以为自己在练小转，却一直在扭来扭去的。我就是看过自己的影片，知道啊，我没办法开始练，大转练好再说吧。大转哦。大转就是你能搞到说两个就下来吗？完不是不是不是要大的意思，练大转主要是在练说你完全用脚来转弯，上半身完全临近止水，然后接着因为你大转已经那个脚动来动去已经很习惯了，你那个大转脚的切换的速度你就可以加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接着你的弯就可以变小，就变中转，再更小就变小转，然后那个时候人就会误以为说，哦，他转得好快哦，他是一直在扭腰。其实那个小转他不是一直在扭腰，他只是一直在把脚摆过来跟摆过去而已。嗯。也会扭了，但是他并不是因为扭才造成这样。那观察手就是一个状况，手会突然间这样，或者是这样，或者是肩膀先动，都是一些征兆。管那个就真的是干燥嘛，对
对不对？好、嗯哦欸啊，果然是马路亚马桑自己有在滑，他真的就是做很好的设备，我觉得啦。反、嗯、正就真的有那个效果吧。应该是说，民宿滑雪民宿多半也都有干燥室。啊，那我们那也叫干燥室，但是很烂啊。也不是很烂。哎、欸，我们那也没在上锁吧？特别到地下室来抛也太那个，太明目张胆了。拍掉，那就下车撸一撸，拍一拍再走。你要绑在这边啊，下去你再拍。头是露出来的，这样不会着凉吗？还好，没那么冷。吹得很起劲。你额头啦，你额头弄好，你不要跟我那里着凉啦。你没有东西可以弄是不是？你没有戴帽子？也没戴啊。为什么？那帽子在哪？啊？这样的头会着凉。嗯。你啊，我知道了。不要动。这样比较高，然后你这个再拉高一点。好了，这样缝比较小。你刚刚卡到你的安全帽边，所以你上面刚上不去。我看另外一边。怎样？什么叫另外一边？另外一边好，这边没有卡到。你刚刚那边卡到，所以你。好了，手机来。欸，是我要录你啊，所以手机来，没错吧？哦，好多人啊，刚塞车的关系啊。来，先弄一次。你啊，每次停的地方都可以再稍微远一点点。哦，对啊，就是你录的时候啊，你就看说录影的时候一开始拉这里只能小小一颗、哦、用得到那个放大的那种距离。哦，所以你要我停更远。对啊对啊，站在这里冷欸、嗯、我居然会冷欸、嗯、下啊下啊，我在看那个人啊，我居然会冷欸。
心中想大便。摔倒，有吓一跳，哎，不还我？好啊，拿去。我有点想上大的。大的，那要去了吗？我们滑那边去，然后去坐缆车。可以啊，你要想要上厕所了吗？那我们滑下去啊，练一下抖抖坡。抖抖坡，你说你要直切啊？都可以啊，会不会摔死啊？为什么他这个不开啊？为什么他不给人家玩这边？他省一条，他省一条的电。都会觉得他为什么不开？好冷哦，完蛋，你会冷。路线就是往从左走那条路就对了。
左右边。Thank you.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先は全タイヤ。なので、ここだけちょっとここ壊れてたから外したらここ足もぐらかんように。大丈夫か、大丈夫か。ああ、まあ首、うん、なんか大丈夫。多分明日とか痛くなるのかな。首がちょっと寝違えたみたいな。あ、昨日の晩の話。夜は寝るって言っとって、はい、バスの寝不足で、はいはい、それと首は関係ある。それと首関係ない、まあ、肩こりとか。ああ、そう。全体的に使う。やばいですね。まあでも。自由自由。それだけで。やった。
很不错。不错，很不错。你快去买杯子，9:57，你先买两个，我待会马上到，我再去买两个给他们。四个，我觉得我滑完拖鞋子再过去来不及，你一次买四个。四个，我去领，我去领。